我们今天来过万圣节。那为什么要打一把伞啊？因为今天天气一般，在下雨。是的，所以今天的小鬼只能打起一把伞。打伞去过万圣节，出发，带上我们的灭香琴，快！披头伞怕鬼。看我们一号 cos 玩家 cos 什么？这看不出来，不明显吗？是过了20岁就不要再年轻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不要穿得太幼稚。哦，懂了，挎一个沃斯的袋子就可以了。你这太明显了。可以吗？这样。你这只要一个小三角就是。我这个只能手动举了，有没有？我就知道我们要不先进园再说。你找到新娘了。我搞了一个这个全装的。借用一下道具，灭香琴的道具。看这，看镜头呀！来，再来一个啊！看哪边？看我们这儿，三二一。我觉得你今天是有希望脱单的，脱单，我不想脱单。他只会受女孩子的欢迎。对呀、啊，男孩子根本不懂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小红帽和狼外婆。就是Coco 是跟我一起坐的，然后旁边有一架上有个男生一个人坐， Coco 就不去，他非要让我加入人家，说你坐在里面。好，来来了，尽情感受吧。哇，这个有点吓人。3平方米的一个小东西，然后 Coco 一进去，在哪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有，然后我就听到后面有声音，对，结果没有人，就在房子外边，然后就结束了，然后把 Coco 给吓得半死，我啥也没看见了。Luna Park 惊悚之夜。老板，收工。